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。这一局我们要玩的是大逃杀，我们好朋友最喜欢的大逃杀喽，有我们自己的版本。来，大听听一下，狼人号码148狼人好。148听完狼人号码，赶快解任务。哎，我怎么跑了一个那么远的一个任务？哎，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是没有通讯中断时间的。呀、yeah, ，我是工程师，所以等一下我可以开灯哎。148 ，OK。哎呦，怎么有点紧张啊？耶，在哪里呀？我先开灯，我是工程师，我开灯。好的。为什么找不到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好浪费我时间哦、喔，真的找不到哎、欸哦。我找到，我找到了。哦，我第一次玩就抽小骨头了。很适合对身份。哇，接下来是客房最危险的客房，因为我要停在这里啊，根本开灯我救不了大家了 ，sorry 啊，我按跳错，按错，我是要坐灯，我不是要跳，搞笑，哎、欸，怎么一点刀声都没有听到？狼人去哪里了嘞？感觉好人要赢喽，最后一格任务喽，怎么没看到狼人？啊！狼人竟然在最后一个任务赢了，太夸张了啦！烦死了！我以为好人要赢了，哦，好紧张！来哟，我的第二场大逃杀，我当狼人，哈哈哈！二三六 ，OK。三四六啦！喂，报错了，二三六。236哦，236各位大姐哦，你乱爆呢，怎么办，完蛋了啦，会害死一个好人哎、欸，我玩那么久没有一次有人爆错爆成这样子的，没有一次有人给我这样爆的哦、喔、那个广大观众看到影片会来骂你哦、喔、说这个6号是哪里有问题，哎、欸，出发杀人，走，出发，分开，冲，分开走，随便。好了，我在泳池刀了一个了，然后我在泳池等待时间到来，当鬼魂也可以解那个放水任务，站在这边还会看到水池变颜色，赶快杀！我怎么杀不到人啊？快了，我剩最后几秒了！追杀！哇哈哈哈哈！耶！小丑到底有没有做任务啊？厉害！我以为跑很慢呢、欸，我怀疑耶、欸。哎呦！白痴哦，我以为是三四六，听成三四六。有人喊错啊！有人喊三四六，我也以为六号喊的。跟各位报告，六号喊错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一开始我有听到说236。六号皮阿也出发，一号出发。第三场大逃杀。好的，我是好人，狼人，拜托不要喊错号码，真的会很搞笑。249。哎呦，这网路怎么有点怪怪的呢？好，我有体检。玩这个齁，其实躲起来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浪费了好人做任务的时间。哦呦，所以不要害怕，努力做任务就对了。拜托，不要给我拿绳子哦！哇、啊！
装模作样嘞，二号站在这里干嘛？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！哦，好啊，变错！哇，开错了！给我下，给我下！九号，九号在我前面，七号在我后面。哇！我有时候怎么哎、欸，奇怪怎么好人真的不会赢哎、欸？为什么？生气了，生气了，我走心了，不要走心。我们都没赢过哎、欸，我玩家走什么走啦？笑死了啦！他明明就不能玩，走什么心、啊？对他明明就时间到要去睡觉，给他玩啦！哈哈哈哈。就是这么搞笑，刚刚又是六号哦，忘记了号码，哎，完了，我们狼人是几号？我忘记了，来我看一下，聊个天忘记了，二三三三三，三四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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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忘了，一瞬间忘记了。一号要来干嘛？一号你好 ，Hello， 我刚刚说三。嗨嗨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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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准备准备，最后五秒，我要关灯了。自己站一个孔，准备出去，出发出发，杀！哇哦，非常好，躲起来躲起来，不然警长就要来找你们 biang biang 喽。三四十，漫长的二十几秒，可以重复关灯的，只有关灯这个功能。看一下热像仪人在哪里，客房两个人。哇哦！哎，狼人真的都太强了呢！什么任务都做不完，好奇怪。对啊，做不完呢。你们腿怎么这么短？为什么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也是个谜呀。还没有改版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玩乐歌女，这一局大逃杀玩得很开心哦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留言给我，拜拜，下次见。